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amantha。你知啦，我做嘢咁忙，又要周围去，边有时间脱毛啊？不过近排发现咗一部无线脱毛机，可以带出街之余咧，仲方便易用添啊！我而家就同大家试下呢部机系咪真系咁好用先。喺我面前呢部咧就系 Joss Mini 嘅极致无痛脱毛机啦。咁我哋啱啱剃完毛之后咧，就可以用呢部机脱毛啦。呢度有一个开关位置啦，咁长按2秒咧就开机噶啦。呢部脱毛机设有6个脱毛强度，揿一下开关掣就可以调校强度啦。但系咧有一个小小嘅温馨提示，就系我建议大家由最低嘅强度开始用起，咁再试下唔同嘅强度。呢部脱毛机咧，除咗强度有得俾你选择之外咧，仲有好多模式噶，分别系全身模式、面部模式同埋私密模式。揿一下咧，仲有连发模式添。记住啊，正式脱毛之前一定要戴翻护目镜，保护翻你对眼啊嘛。咁开机之后咧，只要将出光口贴紧你嘅皮肤，揿掣，咁就可以开始脱毛噶啦。用面部模式嘅时候，就要加翻滤光头落部机度。咁我啱啱咧就脱完毛啦，亦都帮大家试用完呢部脱毛机。咁用完之后咧，我感觉系即系暖暖地啦，唔会有刺痛感觉，非常之舒服。咁 even 去到强度6咧，佢嘅感觉都唔会话好刺痛嘅。咁用完之后咧，就可以摆翻落我哋个插电座度啦，揿一揿个掣，咁就可以一路插电一路清洁消毒啦。